动这么大的。哎，这么久了没有一个螃蟹，没有一只螃蟹。这里有东西，这里有东西，我走个集体一下。现在又开始变缩了。小虾米，这个老虎蟹什么搞都没脚了，怎么打了？怎么都没脚？爬还不爬？哦，这泥巴给推一推出来。这个戴手套要不然挺火，现在变沙子，这种是滑溜溜的，没有鱼鳞的啊，地龙啊。一对这东西啊，没有水换它半个钟头肯定不会死，没事。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，专吃螃蟹的，把这个龟蟹都吃了。看看有没有一家人在这里。这里还有一个洞。哎，这还有这个小虾。这种不好吃。你看，跟龙虾一样，连个大脚那么大的。算了，不找了，再回去也太迟了。螃蟹，一只母的，一只公的，这种螺就挺多的，还有这两条地龙。啊，那这回去就这么多，螺都留在这里吃。